槟榔摊哦，都请不到小姐，小姐都跑去直播了。最后领到的薪水是19K，19K，付出没有跟你的薪水成正比，是很可怜。因为韩国人都加班是回到回家的。我的老板就说啊，那这个加班费没办法，所以你们带回家做好了。那也是加班啊。11点热炒店。